好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，就俾民建联建制派嘅一封信。我哋香港建制派必须要收到我呢封信，就系我哋一定要支持廿三条。点解咧？因为喺九月嘅立法会，有一位资深嘅建制派议员话俾我听，佢哋喺直选嘅议席会输剩得几席，咁就会面对另一个问题咧，就系全个香港立法会嘅主席。同埋所有嘅內會、財委會嘅主席，就會俾佢哋贏曬。到時香港已經係不堪入目。我哋有個議員就話俾我哋聽，建制派佢話：如果而家推廿三條，就會令到香港更加撕裂，或者令到佢哋本來嘅選民就唔夠膽投佢哋票，令到啲議席會輸埋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你去到九月。你都會輸曬㗎啦，你嗰啲議席，你唔使擔心啊，你一定會輸曬㗎啦。所以只要你有一立到廿三條，唔使九月嘅選舉，你就即刻贏曬。我哋要贏反對派，首先要團結自己人，我哋一定要團結自己人。我哋團結到自己人，先可以贏到反對派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廿三條，我哋一定要支持廿三條。唔能够再俾反对派无法无天，俾佢系咁咬住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廿三条，唔好惊输选举，所有嘅建制派全部出嚟支持廿三条，刻不容缓啊！刻不容缓，大佬我拍紧片，你唔好咁搞我得唔得啫 ？OK， 好。